疼痛，很细部的在表皮上像针在刺，这样一直照慢慢到全身，造成我忧郁，因为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一直看不好。纤维肌痛症就是一个未明原因的全身广泛性的疼痛、紧绷、不舒服的一个疾病。先天的基因再加上后天的压力环境所形成的一个症候群。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蔡文馨医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至为人医守护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难免会有疼痛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疼痛的发生其实都事出有因，可是有一群疼痛的患者啊，他长期处于慢性疼痛的状态，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但是又说不清楚哪里不舒服，而且他们在临床上又常常伴随着疲劳啊、心情不佳等状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的疼痛症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啊，纤维肌痛症。那么我先在这边卖个关子，这是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内科刘宏宇医师，他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纤维肌痛症。我们一起来欢迎刘医师。主持人好，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神经内科刘宏宇医师。欢迎刘医师。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的 call in 团队，第一位是肝胆肠胃科林宪宏医师，第二位是一般外科贺斌医师，第三位是骨科曾孝祖医师，第四位是妇产部张荧光医师，第五位是新陈代谢科曾怡晶医师。欢迎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 call in 进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要探讨的是所谓的疼痛啊。讲到这个疼痛，我们其实一般人都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想象啊，比如说上班族常常因为姿势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肩颈的酸痛。那一般的运动过后，如果运动不当，有容易有肌肉的疲劳酸痛。那像是女性朋友，可能因为在经期会有一些所谓的经痛，那这个可能都跟全身的神经有关系。所以一开始想先请刘医师跟我们就是神经学的观点来跟我们解说一下这个疼痛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关于疼痛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接受了这个真正的或者是潜在的一个外力伤害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理所感受到的一个不悦的感觉，它叫做疼痛。那疼痛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可以从神经学的观点来看比方说像这个人的脚踩到了钉子。那我们的神经在周边的地方呢，都布有许多的感觉受器。那组织受伤了之后呢，它就会释出一些发炎物质。好，那还有就是一个外力，它就会去刺激这个疼痛的受器。那接下来这个痛觉呢，它就会借由这个神经传递呢，传到了我们的脊髓。好，那再借由这个脊髓呢，它会再传递到我们的脑部。那因此我们就感受到了疼痛。那其实疼痛好像还有不同的种类哦。是是，在疼痛呢，主要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种类，就是所谓的感受性疼痛、神经性疼痛和心理性的疼痛。那这个部分它的名词其实是英文直接翻成中文的我们来一个一个讲好了。像感受性的疼痛，它一般来讲的就是像我们的周边组织发炎或者是受到外力外伤所导致的一个疼痛，叫做感受性的疼痛。那像骨折啊，像肌肉挫伤、脚扭到或者是关节发炎所导致的痛，就是感受性的疼痛。那什么是神经性疼痛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神经受伤了所导致的疼痛。好比说像疱疹后神经痛，就是一般俗称的被抓它就是神经受到了伤害，或者是像脸部的三叉神经痛或者是像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有一个周边的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些病人他在脚啊他的地方也会觉得麻痛这个是所谓的神经性的疼痛。那最后心理性的疼痛呢，其实这个词是比较过去在使用的它有一些对以及不对的地方。那为什么说它不对因为过去呢，它的这个主要的代表症叫做纤维肌痛症。过去的人会认为说纤维肌痛症是一个心理的问题觉得这些病人或许他是在他的心理或者在他的精神上面有一些问题，所以他感受到的疼痛。
但是呢，现在藉由科学的发展，我们越来越了解到说，其实纤维肌痛症它的疼痛是真实的在疼痛的哦，他们的大脑皮质的确是有接受到疼痛的讯号，所以这些人呢，他不只是心理的所产生的疼痛，他是真正的感受到疼痛，但也不能够说完全不对哦，因为这群病人呢，他的确很容易合并一些心理上像忧郁啊、像紧张的问题。所以经过那个刘医师详细的解释，相信观众朋友已经可以了解疼痛的感觉跟种类啊，是怎么来的。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还会一一探讨疼痛发生的可能原因，现代人常见的疼痛问题，以及一些原因未明的慢性疼痛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接下来的今天的主角啊，其实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已经长期慢性疼痛达10年之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她这个疼痛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起来透过下面这段影片来了解一下。疼痛很细部的在表皮上就开始像针在刺，像针在刺，这样一直到慢到全身，甚至整个头，如同针刺般的疼痛。王家珍一痛就将近10年，这一切要从2005年由公职退休后帮先生一起创业开始说起。没想到才初尝创业的成就感，陆续招聘员工，就遇上一波经济萧条。要把它辞退还是降薪？那还有怎么样的去再把薪水找回来啊？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我个性也很急的人，那又求好，所以呢，我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的疼痛全身就开始起来。来电是227。喂，我现在什么？你这样子好不好？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呐？给我点时间呐？庞大的压力接踵而来，瞬间反映在身体上，造成全身的疼痛。工作中使用电脑绘图时，不仅常受到突然发作的惊扰，甚至旁人轻轻拍他一下，都让他痛得受不了。工作当中有时候同事开个玩笑拍你一个肩膀的时候，你就哎呀好痛，那你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可是我自己觉得说，哎，人家说没有很用力啊，我只是轻轻拍你一下，跟你开个玩笑。他的疼痛跟我们一般的酸痛、撞击到的乌青痛是完全不一样的。刚开始，王家珍试着服用止痛药，结果完全没效，于是开始到各大医院遍访名医，从神经内科、内分泌、风湿免疫到骨科，甚至中医的针灸和电疗都试了。但是对于疼痛的问题却始终找不出原因。王家珍还一度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的个性很急，我希望赶快治好，但是因为这样找不到，所以我的心里就开始忧郁。然后我也得到胃食道逆流症。压力造成的疼痛无法解决，找不出病因的困扰又引起心理问题，这样无名的慢性疼痛严重地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让他不得不放下工作，希望能减缓病痛，同时寻找出真正的病因。刘医师，我刚刚在影片中看到王小姐，她疼痛的很多部位是在比如说肩颈啊、后背或者是头痛。那其实这是我们现代人常常会出现疼痛的部位嘛。那就你在疼痛医学的观点或是临床上的经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对，因为现代人呢工作很繁忙，那步调很快，那所以说自觉的我们的肌肉就会很紧绷。好，所以在门诊我们时常看到病人讲说他肩膀很僵硬，肩膀很痛。那另外呢，像我们久坐或者是久站，常常打电脑这个部分，我们的腰椎需要去支撑我们上半身的重量，那颈部呢一样要支撑我们头部的重量。那这两个部位都是在门诊常常看到说病人常常会有脖子酸痛跟腰部酸痛的问题。所以现在这种疼痛问题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啊压力其实有关系的。是的。那像刚刚就是我们王小姐的疼痛问题，其实像我们知道，如果说疼痛其实常常大家都有，可是如果是短期的大家都可以忍受，可是像那个影片中的王小姐达到这么长期而且不定时的发作，其实就造成她生活上的困扰。那为什么她的疼痛可以这么长期甚至长达10年以上呢？
的确像王小姐哦，她的痛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容易酸痛的位置，她其实全身手啊脚啊哦到处都在痛，而且痛已经痛了十几年了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慢性疼痛的典型的例子。那我们目前对于慢性疼痛的了解呢，我们并不完全的清楚哦。可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慢性疼痛它和我们中枢神经的敏感化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自律神经它的失调是有关系的。那所谓这个中枢神经的敏感化，中枢神经指的就是像脑部像脊髓这些地方呢，他们似乎在接收到痛觉的时候会比一般的人更敏感，那痛觉会往上传，那我们的脑部也会有一个往下抑制痛觉的一个传递路径。那这些人呢，他们的这个传递路径呢就被压制了所以呢往上传的讯号增加，往下传的讯号减少，所以这些人呢就会比较容易痛他比较容易就是容易痛，中枢变得比较敏感，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疼痛的现象。所以刚刚刘医师跟我们解释这个疼痛啊，尤其是慢性疼痛发生的可能原因啊，那我们主角的王家珍小姐，她在多年来跨科求诊之后，仍然找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名，最后来到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找到了刘医师。我们刘医师有没有帮她找到她的病名，找到她的答案呢？我们继续一起看下去。随着两个儿子接手事业，王家珍这几年慢慢放下工作，疼痛的状况也渐有缓解，但是仍然没有个明确的病因诊断，直到去年转往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内科看诊。请坐好，王小姐嘛，好，来，怎么样不舒服？神经内科的刘宏瑜医师对于长型慢性疼痛有相当的研究，先了解了王家珍的疼痛病史以及生活背景，然后再进行全身穴位触诊。会，这样子也会痛。好，来，我们看一下后面哦。这样就很痛了，对，像针在刺，那像这个也是。是。刘医师按压了头部、肩颈、下背、臀部以及膝盖等施压点，发现大部分对王家珍都造成了疼痛。这时刘医师心里对于造成常年疼痛的原因有了初步的答案。是会痛。以你目前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听起来是怀疑是一个肌纤维疼痛症。好，但是我想我们在做这个诊断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第一次听到肌纤维疼痛症这个病名，王家珍有些疑惑，但是自己的症状的确和医师对于这个疾病的解释相当雷同。我帮他做了一些触诊，也发现他全身几乎许多的地方压了他就会很痛。那一些抽血的检查、X 光的检查都没有看到问题。容易疲倦，好，容易紧张，好，而且他的情绪不太好，好，这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说是一个符合一个纤维肌痛症的一个诊断。困扰十年的病痛，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符合的病因，心中的无奈和担忧也算是有了暂时的出口。虽然目前医学尚未发展出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王家珍决定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与其你们长期吃药，我不如把心境转掉，尝试用所谓的心灵疗法那种方式，好，我去练练气功嘛，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把这个心境转移。舒服了，舒服了，是不是？因为肌纤维疼痛症，让王家珍提早开始退休生活，因此能够远离压力的来源，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感受过锥心之痛之后，现在的王家珍更能够体会身心灵全人健康的可贵。啊，其实我们刚刚在影片中看到那个困扰王小姐十多年的这个神秘的疼痛症啊，在那个刘医师的努力下，找到了一个答案啊，至少是讲得出的病名叫做纤维肌痛症嘛。但是这个名词其实对我们观众朋友其实非常的陌生，想请教刘医师，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发生的疾病呢？纤维肌痛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慢性疼痛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疾病之一。那这个慢性疼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和我们的脑部、和我们的脊髓、和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是息息相关的。那到底纤维肌痛症它是怎么形成？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科学还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清楚它整个形成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
许多纤维经痛症的病人呢，他会有一些病史哦，比方说他可能会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或者是他长期处在一个压力状况底下。哦，或者是呢，他甚至有些病人，你可以问出一个感染的病史，好比说他得了B 肝或 C 肝之后，他才开始出现这个慢性疼痛的问题。那另外像心理创伤，哦，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好比说像大地震或者是海啸之后的灾民，哦，这些病人呢，这些灾民呢，有一些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疼痛的病人。那另外像我有一个病人呢，就是他是车祸之后手骨折了。哦，做了一个手术，那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的全身开始出现疼痛的问题。哦，所以像外伤啊，像手术啊，像生产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去诱发这个纤维肌痛症它开始产生的一个因子。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所谓的基因，就是体质。哦，有这样子体质的人呢，有纤维肌痛症体质的人，他受到这些刚上述的这些成因的一个诱发，就更容易会出现这个疾病。所以像你刚刚提到的原因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王小姐，好像是跟她这个创业的压力有关系，在医学上可以用这样子来解释，或者是有相关联吗？是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压力呢，和纤维肌痛症基本上是息息相关的。那其实讲到压力，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了，什么叫做压力？哦，压力可以说是分成身体的压力和心理的压力。哦，比方说在大草原上，哦，一只羚羊它要发现一只老虎，哦，或者狮子要捕捉它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感觉到压力。哦，或者是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哦，要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节目，我也会觉得有压力，哦，会紧张。那这些压力呢，当我们的脑部感知到之后，它会把这个讯息往下传到下视丘，那下视丘会再把讯息传到所谓的一个叫做脑下垂体。脑下垂体它会在分泌一些神经内分泌物质到我们的肾上腺，那肾上腺呢，它会最后分泌出两个叫做压力荷尔蒙的东西，一个叫做肾上腺素，一个叫做糖质皮激素。那像肾上腺素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血糖增高，这会让我们整个人身体呢是处于一个备战状态，好像羚羊它要开始跑的时候，它就需要肾上腺素。那另外一个糖质皮激素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会增加我们的升高我们的血糖。但是这个是急性的一个压力反应，当这个压力呢变成慢性的时候，我们人呢长期处于一个高糖质皮激素的状态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所以说可以常听到说啊，长期处于压力的人呢，好像很容易感冒，感冒不容易好，就是免疫力下降的关系。那更糟糕的是呢，它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哦，糖质皮激素在过高，哦，长期处于过高的情况下，我们的脑部一些构造呢，甚至会受到影响。那脑部受到了影响，它就会引起，哦，还有肾上腺。整个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枢下来的一个疼痛的处理呢，它整个就出现了问题，自律神经也出现了问题，就会可能出现一个慢性疼痛，像纤维肌痛症的一个症状。所以听起来这个压力哦，如果我们一般人不懂得自己去疏解，其实会对我们全身的器官，从脑部到周边神经，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哦。那刚刚你还有提到可能造成这个纤维肌痛症，还有一部分也许跟体质啊，或者是不是跟遗传有可能有关联呢？哎，是的，科学研究发现说呢，这个体质哦，就是说你的直系血亲哈，你的爸爸或你妈妈，如果他有纤维肌痛症的话呢，你会比没有这样子家族病史的人呢，得到这个疾病的几率大概高了将近10倍。那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好发族群呢？是的，像女生哦，女生就是一个好发的族群，女生比男生大概高了7倍的比例得到纤维肌痛症。那另外呢，像她的好发年纪是大约在20到40岁这个人生最黄金期的时候。所以像刚刚这个王小姐，她就是得到了所谓的纤维肌痛症嘛，但她在影片上提到的这个症状，其实跟一般的肌肉酸痛好像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到底什么是典型的这个纤维肌痛症的症状呢？纤维肌痛症的典型症状，病人就是一个广泛性的全身疼痛。那许多病人会告诉我说，这个痛是紧的感觉，或者是酸痛的感觉。那当然也有少数的，像王小姐，她可能觉得是刺痛的感觉，都有。
所以还是跟每个人的体质有一点不一样嘛，哦。是，而且这个疾病其实它还蛮普遍的，我们的人口100个人当中大概就有2个人哦，2%的这个发生率，所以这比例是相当高，哦。是的。那所以像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如果自己有疼痛的问题，怎么在临床上做一个诊断，有没有一个什么评量的标准呢？那纤维肌痛症它的评断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按照病人的症状，好，由症状有几个症状，有几个分数，最后去达到一个评断的标准。那首先呢就是疼痛的症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呢，这个疼痛呢它可以身体划分为19个区域，包括就是脖子两边的肩膀，上背部、下背部、两边的臀部、两边的大腿、两边的小腿、两边的上臂和两边的下臂。所以换句话说，我各有一个痛点，就是各有一分，左右都算就是了。是的，是的，在四肢是这个样子，那中枢的话就是算一个中轴的肌肉，那在正面的话呢还包括像腹部、像胸部，还有两边的这个颞颌关节都各算一个点。好，所以基本上这类的病人呢，他全身会有很多个地方都会有痛的感觉，或者是压痛的感觉。那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症状可以再辅助我们来做诊断呢？是，目前的诊断除了痛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合并症状。好，那纤维肌痛症合并很多的症状，包括像失眠啊，像颞颌关节的这个疼痛啊，咬合疼痛，这类的病人很容易比较容易紧张、焦虑，或者是筋痛、头痛，注意力降低、忧郁、疲劳等等。那目前我们的诊断呢，它基本上是包含了像记忆力或注意力的降低，病人发现说他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的灵活、这么的专注。那再来一个就是他会容易觉得很疲累，可能只是出去外面买个菜回来就很累了，或者是早上睡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睡饱。那另外，如果他过去半年呢有忧郁，或者是莫名的下腹绞痛，或者是头痛的现象，也算是合并症状之一。那么像你刚刚提到零零总总的症状嘛，那虽然这些症状不至于造成生命危险，可是听起来就是会危害我们的生活品质。是在临床上你碰到这样的病人，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呢？治疗方式的部分我们先讲药物好了。目前台湾的确是有1-2种药物是针对这个纤维肌痛症的。那这个药物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的内分泌，希望可以让我们的中枢神经能够稳定，不要这么的敏感。那另外我刚提到它也可以让中枢往下，对痛觉的抑制它可以加强，那病人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觉得痛。那除了药物之外，我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生活。那病人要学会怎么样呢去调整他的生活，尤其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比方说我发现现在开始我觉得有压力了，不管是考试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自己就要有警觉了。那一旦你意识到这件事情有警觉了，你就知道要赶快来处理这个压力。你可以学静坐啊，或者是疏解听音乐啊。那我觉得我最推荐的基本上是运动。那运动的话，像我们中国的气功啊，瑜伽啊，或者是打太极拳，都是很好的运动。所以今天非常感恩刘医师到节目来跟我们介绍一个神秘的疼痛症啊，纤维肌肉症。那这个症状呢，其实呢，我们与其知道如何的治疗，不如来预防。所以就像刘医师讲的，我们应该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尽量放松心情，最重要的是要多做运动啊，你才可以远离所有的疾病，远离所有的疼痛症。我们今天非常感恩你的收看，也希望观众朋友都可以有一个无痛的人生。感恩你的收看，我们下周